小心，辛苦了，小心。回到家依旧是大批记者守候，钮承泽一句辛苦了小心，进屋前再度深深一鞠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好了，结束了，谢谢啊，结果了，结果了，谢谢。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询问，钮承泽难掩疲态，做笔录时他身体颤抖，精神不佳，说我喜欢他，感觉他也对我有意思，不然不会一人留下喝酒，不知他为什么要告我。女子出示简讯打脸，表示钮承泽曾有约喝酒，但被他拒绝，两人根本不熟，何来交往。案发后女子身心受创，钮承泽一再传简讯跟她道歉，问她还好吗，她说我不会恨你或讨厌你，但暂时没办法回去工作，你的对不起我有收到，现在无法说出原谅，我很害怕。钮承泽不断传简讯道歉，表示最担心的就是你被伤害，你有权利不原谅我，若因此有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，但比对她的公开说明，现在我只能说我会尽全力配合调查，静待调查的结果。只字未提被害女子若是要交往的关系，未免有些冷淡，更何况钮承泽原本还打算用钱来解决。公人我也是人嘛，也是跟大家一样嘛，那只是说自己要有一些标杆啊，你应该一个范围在限度在什么地方就 OK 了。究竟是真交往还是郎有情妹无意，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。三讯徐少伟、王家和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